中国我属采取方，从汉口到汉泉，从汉口到汉泉到牛沟，牛沟有一条牛沟河，再从小河的闸口一条破泉顺流而下，到一个名为塘泽，又名冲淡沟的村子。这是一个十年久远的湖区，在傍晚摸河时，一家人投荒至此。那是1970年的冬天，寒风凛冽，跋涉的我好奇，我们家为何要来到这里？后来才知道，全国有3000万家庭遭到驱赶伐落。一般的人偕老扶幼，前路茫茫，去到农村乡野，壮有贱民牲口。因为毛说，我们也有两只手，不在城里吃闲饭，年近半百，以卖鱼卖菜为生的父母难逃此劫。无论他们怎么抗争，连坐寻花是以各种威胁。从此这条不为人知的流放之途，与沿途沿岸地名人物还有无数悲伤久远的故事，即便走遍世界各地，好像月光下的道路河流，仍是那么清晰悠长，无法抹去，深深地刻印在我的心里头。